式烤肉盖饭，料多好澎湃，凉拌小黄瓜，清爽又解腻。台式烤肉盖饭，台式烤肉盖饭的所有食材：磨蒜泥、磨姜泥、梅花肉片300克、五香粉1小匙、黑胡椒粉1小匙、糖1小匙、姜泥1小匙、蒜泥1.5大匙、酱油1.5大匙、米酒1大匙，稍作混合。蒸老纯小磨白麻油，色泽金黄，味道清香百搭，有丰富的芝麻素，可以让口感更滑嫩，增添香气。冷藏腌制20分钟。葱花加入蒜末1小匙，倒入调味料，混合均匀，淋上热油，百搭的葱酱就完成喽。开中火，刷上少许小磨白麻油，可以增添烤肉的香气，让整体风味更有层次。过程中可以刷上少许油，可以锁住鲜美的肉汁。烤好的肉片先起锅，开中火，放入喜欢的蔬菜，小磨白麻油清香的风味搭配蔬菜超级适合，营养又美味。烤好的蔬菜先起锅，不用过度调味就超好吃。白饭加入少许葱酱，混合均匀，放上肉片及蔬菜，色香味俱全，营养满分。淋上葱酱，好吃的台式烤肉盖饭就完成喽。凉拌小黄瓜，凉拌小黄瓜的所有食材：小黄瓜切去蒂头，再切断，拍裂可以帮助入味。盐少许，混合均匀，腌制20分钟。蒜头拍裂后切碎，辣椒切圈，香菜略切，小黄瓜沥干后倒入，蒜末2大匙，辣椒1根，糖1大匙，白醋1.5大匙，小磨白麻油1大匙，混合均匀，清爽开胃，搭配烤肉超解腻。香菜少许，淋上小磨白麻油，撒上花生米，凉拌小黄瓜就完成了。